外面是32度，但是今天的话是因为下午还有一个家长会，所以小孩子是只是上半天，也就等于说是11点半左右就要接走小孩子了。我刚刚跟也是一个妈妈聊天，一直 complain 说，哇，今天真的是超热，今天温度大概是32度，但是 feels like 21，就等于说冷到不行了，哇，真的好难受。哎，而且这边是很讨厌，本来是 McDonald 这边可以趴车，我想说在这边待个2个小时，然后去接 Yuna， 结果这边修路，然后整个停车场都给关掉了。所以只能是车停在优娜学校附近，然后就慢慢要走过来。真的今天是非常非常不方便哦，可以进去这边，好冷哦。Can I have a medium size caramel macchiato? Hot, please. So cool. And can I get one hash brown? That's all. Is that to stay or to go? Stay. That's gonna be $5.10.And I'm sorry, but your parking lot gonna be closed the whole day. The parking lot is gonna close the whole day. Like they just told us that we would have to close the drive-thru. That's it. That day they told us like how long. Okay, thank you.Here you go. Okay, sorry, I thought that was mine. I was like scared. Can I have one ketchup? Yeah. Here you go. Thank you. You're welcome.本来是想说在这边做一些事情的，结果我就是那次电脑完全没有电，没有充电情况下，我要换柜子。那先喝点东西。就是11月份一整个下来的话，整个学校的 schedule 其实休息的日子会比较多，所以对妈咪来讲的话，其实公休日啊或休息日太多的话，其实是一件非常难受的事情。11月份的 schedule 学校这边的话，一个是11月6号，11月6号因为是选举日，所以学校已经休息了一天了。然后呢，这个星期的12号就是 Veterans Day， 然后又休息了一天。那今天的话又是跟老师的 meeting 家长会，所以又休息半天。然后下个星期呢？下个星期又是因为是 Thanksgiving， 所以是从 Thanksgiving 22号开始，23号星期五都是休息的，又是一个放长假的时候。所以一整个11月份下来的话，是要休息1、2、3、4天半的时间，所以也是非常非常的难受。然后我又找到位置，我要离开了。是麦当劳这边的话，还有一个 free wifi， 所以在等用脑的同时做一些事情还是不错的。네안녕하세요여기엔젤팁스의채팅인데요爸比，哦，今天。下雪是会下雪，不过大概6、7点开始又是下雨。你说 ，OK， 所以呢，我就大概1点半跟老师上完那个什么，我就直接带 Yuna 走了。然后就在那边先好好停好车，然后在那边弄完了之后再慢慢开回来了。所以你要接 Jimmy 啊。OK。那你 take care 啦，拜拜。因为爸比一点都不担心的，我还在想说这个雪会下到好大，不过他说雪下大了还是会融化，希
望是那 OK 啦，那就待会儿去11:30接完 Yuna， 然后1:30的话就找个地方让他吃个饭 ，then 去 Teachers Conference， and then 然后去漫画店，然后漫画店我都来 ，Let's go Joe。我的 hash brown 还没吃完，好饿。
Let me see. What is this? A sticker. This is a sticker. Maya, do you want this one? Here. Oh, wow.